2023最新的这一支光泽持妆粉底，我觉得表现不错哎，妆感很漂亮。哎呦，好哦呦，为什么我觉得鼻子这边有一点卡白芝麻？这个粉底真的很神奇耶，很漂亮。对啊，它跟早上完全不同的两个粉底。嗨，我是 Yuna， 今天是实测马拉松的第二集。那我发现我的背景换了吗？因为我的马来西亚公婆已经抵达台湾了，所以我们把之前暴乱的工作室呢改成一个小小的房间，让他们可以暂时的居住。你们如果有关注我的 IG 的话，你们会知道我是一个生活无法自理的人类，然后我的房间是真的是暴乱的那一种，所以我会有点担心他们老人家，想说，哎，这个媳妇是发生什么事了？所以这个月呢，我的目标就是要努力成为台湾好媳妇。那因为我家真的很小，就是一个10平的小套房，所以我一直在想到底还有哪里可以让我作为拍摄的背景。那刚好之前有添购了一个小沙发，所以这边感觉还不错齁，比我之前坐在地板拍摄还要舒服，感觉对脊椎也比较好，也是一个意外的小发现。那我们这个月就先用这个背景来拍摄看看效果。现在时间是早上10:05，然后我老公你先带公婆去楼下走走，因为等一下我要参加一个活动，所以我必须要先化妆，想说可以来录个实测马拉松，我想要争取在农历新年前可以破10万订阅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实测的这罐粉底呢，是真的蛮多人想要看的兰蔻最新的这个零粉感光泽持妆粉底。其实这支粉底还蛮奇怪的，就兰蔻他们在大概2-3年前有推出另外一支粉底叫做小奶盖，你看长得完全一模一样，推出之后没多久就好像停产了，它就直接消失在兰蔻整个页面上面，就买不到它。然后这次这支零粉感什么光泽持妆粉底就长得跟小奶盖一模一样，然后我原本以为它是重新再推出一支一样的，可是我后来仔细看它介绍好像又不是，因为我初步看起来啊，这支零粉感它是没有防晒系数的，可是之前这个小奶盖它是有 SPF 25PA 三个加的防晒系数，然后也可以看到上面写的字啊品名还是不一样，我真的是觉得蛮奇怪的一件事情。可是反正小奶盖也已经买不到了啦，那我们就是以2023最新的这支为主。那我先来遮瑕一下，这个是彩棠的遮瑕膏，我觉得这边拍摄光线好像还不错，而且因为我家的那个冷气暖气都是在这间房间才有，里面是没有的，所以我夏天在里面就很热，冬天在里面就很冷。如果这边是一个不错的拍摄地点的话，那以后就可以改在这边拍摄。上一支的实测马拉松，有人建议我说，我可以把我的影片步调放慢一点，不要那么好像很急很赶的感觉，这样子观众看起来也会觉得比较轻松。所以我觉得，是一个很好的建议，或许也可以慢慢往这个方向去做调整。因为我真的之前蛮少拍 vlog 的，都是一直介绍产品为主嘛，所以。也在慢慢的调整自己的步调当中。我觉得我好像会来不及耶，已经10:13了，我废话太多了。好，我们进入粉底的部分，看一下它的质地，稍微带一点浓稠度。我用这个色号是 P01， 其实我是网络盲选的，所以不太确定会不会适合。我发现我家有好多这个海绵，想说把它用一用，把它一直放在那边。好，先来试看半脸。OK， 哦，这颜色好像可以。哦，它是那种很水润的，我觉得它味道跟质地跟之前那个小奶盖超像的。啊，我把它拍开，因为我看它官网是有主打一个最遮瑕的光泽粉底，所以它应该遮瑕度是要很优秀的吧。哦，然后我今天是没有上防晒的，我就只有上一个妆前保养的化妆水而已，因为呢它是主打光泽型的持妆粉底嘛，所以我担心我上了防晒可能会影响到它的妆感表现或是持妆效果，所以我就是只有简单的保养而已。我发现坐在这边化妆还蛮轻松的，可能是因为这里坐起来很舒服，就不会像坐在里面的地板的时候觉得腰酸背痛啊，那种很想赶快结束的感觉。好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边是有上过粉底的，这边是没有上过的，它就是会有一个这样子漂亮的光泽感在。我看一下它会不会成膜，我觉得是没有完全成膜，就是沾染一点点。但我自己觉得它有个很棒的点是，它不会像一些光泽型的粉底啊，一用到这些毛孔的地方，这里就会反光，让毛孔看起来很粗大或是油油的。毛孔的部分修饰度我觉得也是有到8-9，真的是还不错的表现，整体的肤况细致度啊看起来真的是超级漂亮的。那你说遮瑕度很高吗？一层大概是中偏高，可是它应该可以堆叠，像我这边的疤痕我再直接用手指去堆叠，它的遮瑕度几乎就可以到
有八九成了吧，算是高遮瑕的一瓶。但是你薄擦它也是可以稍微有点清透感，而且叠擦它也不会去破坏到原本底下的底妆，我觉得表现不错耶，妆感很漂亮。因为最近遇到优秀的粉底非常多耶，那当然就是大家各有特色啦，你们可以依照价位或者是包装或者是妆感，你们比较喜欢哪一个去做挑选。但它没有防晒系数这点就是蛮奇怪的，因为现在很少粉底没有加防晒系数。我真的每次在出门前拍影片啊，都会超级赶时间，因为我真的是废话太多。虽然你们每次看到我影片都剪得短短的啊，十几二十分钟，可是其实我每次要拍三四个小时耶，真的太多废话了，要不然就是 NG 一直讲重复的话。 OK， 这是整脸完妆的效果。我觉得它一个地方表现很优秀是在鼻翼鼻沟这个位置，你看它的服帖度就是表现得非常好，远看整个皮肤就是非常无瑕的那种状态。那我脸上一样不会上腮红，不会上修容，然后也不会上米粉，就是它最原始的妆感。好，现在时间是11点，我们从10点半开始算好了，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化眼妆什么的嘛，大概花了半个小时。那我们就一起出门来记录今天的实测马拉松。嗨嗨，之前我们回马来西亚的时候有见过，对，一起出发吧。你们早上去哪里？全年，然后找嘉格的院。燕麦奶，桂格吧，桂格啊，嘉格是它的股票的代号。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全年没有啊，没有卖，之前有卖的。最后我就去了全家，因为我爸妈想要试试看全家燕麦奶有新出的绿豆沙口味，超棒，超赞。那个乌拉茶吧，但真的很好喝。那等一下去买一杯给我喝。我觉得这个粉底还是有一点黏，它会有点黏住的粉。如果涂一些那个，那不能涂啊。涂了就不知道是谁，因为今天也比较热一点，最高22度，最低温14，应该是昨天晚上。体感温度22，湿度56。为什么要分开桌？感情不好吗？这是他们早上去公园的照片，很漂亮吗？这鸡不知道为什么全部站着不动，鸽子吧？是不是会有人会喂他们？不知道哎。然后你看每个都好胖啊。猴子在叫，屁！其实呢，我住在这里那么久，我没有吃过板桥的鼎泰丰。好像很多人呢，要等30分钟哎。礼拜四哎，礼拜四中午怎么会整个大客满啊？来，一二三，鼎泰丰我记得是日本、美国什么很多地方，应该他们比较有名的丝瓜这个很有名，蟹粉好像也很有名，排骨蛋炒饭必吃，酸辣汤、酒酿汤圆。我刚点餐的时候就想说那个点餐的服务生好正漂亮，然后就刚一进来之后全部都超漂亮的。很饿齁，你们这样早上太晚吃了。对啊，你们早上吃什么？吃一个饭团，吃两个人吃第二个，吃两个人今天打开来可以吗？好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谢谢。鼎泰丰有名的就是小笼包，就是这个哎，还蛮大的哎，蛮大的，我觉得这个很划算啊，上面有个蟹就很好吃。糖很甜哦，嗯，因为这个厉害就是它皮这么薄啊，无所谓啦，对啊，这皱褶都有算那个量，它的 SOP 是全球都是规定。我要查一下你说的是真的。真的？你看你不相信我，你没有信任感。不是啊，我觉得你在乱讲。哦，真的耶，每个小笼包都有黄金18折，补一下是不是有啊？你试一下一口吃不过瘾。哦，对了，好像有很多人吃鼎泰丰就是为了他炒饭而来。你装这样什么意思？他摆得很好笑哎，可以翻开一点吗？啊啊，不用，很烫，不行了。哎，他包好多、哦，真的超无奈。有吃饱吗？有，好啊。总共是1881。我们带他们来体验这个视障按摩。哪里比较不舒服？就按摩。这么舒服啊？按下半身，然后他按上半身，他小力一点，他可以大力。就大概给他讲讲去，爸爸很厉害，爸爸会听台语。你是哪里的？马来西亚。哦，马来西亚。我来了10年。来10年了，难怪你讲那么好。啊，这是男生的爸爸。对。啊，马来西亚过来的。对呀。对呀。他会等下睡着。
对啊，按摩就是舒服就睡觉啊。他已经按65了。对啊。所以第二位不要想睡觉。时间是1:30，所以我上妆是3个小时，因为10:30嘛，11:30才这样一点，3个小时。忘记带去鼻翼，这好像有点干哎、欸，这里好像有点干，有一点那种浮浮的感觉，然后法令纹现在就有点极限了，才3个小时，所以它是一个蛮需要定妆的底妆，然后真的有点黏，我刚喝到我就弄到，哎呦，哦呦，真的一定要定妆。很舒服哦，要多喝水，要多喝水，舒服吗？你有留？你啊，等一下可以装杯水喝，走，谢谢，拜拜。很舒服啊，嗯，因为老人家需要睡午觉，所以呢，我老公就先带他们回家了。那我现在要到孙立人将军官邸去参加一个 Ador Cosme 的活动，还好今天天气很好，因为前两天台北都一直在下雨，本来还想说。下雨很不想要出门，到了今天活动日子天气就变很好了。其实我不是很了解它上面的那些艺术品是什么意思，这是海马吗？来的时间也有点早，可以慢慢的晃过去。那这边全部都是要走楼梯的吗？啊，这边有一个电梯。我刚在厕所看我的底妆，我觉得好像没有到浮粉很严重，不知道什么刚在室内的时候看这么严重，或是可能现在是比较出油了，所以它就反而更服帖一点了嘛，不太确定。好，我看到了，我用 iPhone 拍，现在看起来比较清楚。你看它在这个法令纹的地方其实是极限很严重的，因为没有定妆的关系，所以它就是会一直在皮肤上面游移。我觉得鼻子这边有一点卡白芝麻吗？其实我个人是还蛮少出现会卡白芝麻这样的情况，感觉它那个粉没有很吃进皮肤里面，就在表面那边可能有结块之类的。远看倒是还好，算是还可以，可是近看的话，其实有些小细节就已经崩掉了。因为这一罐它是主打光泽持妆型，所以想说，哎，既然它的品名里面就有持妆的话，那是不是就应该不用定妆也会有一定的持妆效果？可能台湾还是太潮湿了吧，所以还是不能跟欧美的气候来比较。哦，今天太阳巨大，让我突然想到那个粉底没有防晒系数，也没擦防晒耶。Oh my god， 这是出口哎，啊，入口在哪？其实还这样弄还蛮漂亮的。刚从外面拍的，就是一个美妆的排行榜的一个活动啦。然后他们就会展出所有的得名的商品，可是如果我们拿走人家的拍照，就会少一块。他不会要照片，然后我有一次中途没有机场，你不可能迟到哎、欸！可能吧，第一次用到这个 GoPro， 对，在出门哦。这也是不错哎、欸，要买一台。哎、欸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到的是 Ador Cosme 的那个活动现场。我们这边呢，就是非常多的美妆水水，那活动现场就是非常的好，但是有人迟到哎、欸。给我带相机，拍成这样，认真呢、欸，我们全部都靠你了。你早上上电视了，显得你跟青蛙很熟一样。哎、欸，我故意拍狼的、哦，因为想说你们可以猜。哎、欸，这真的很荒谬哎、欸，什么意思？收工了，大家。好吧，好，收工进去了。哎、欸，我们已经结束了是吗？还蛮快的、欸。这是有点太荒唐了吧？这个哇。背行李箱，对啊，这一人两袋哎，难怪他刚刚问说我们要不要轿车。接下来是一个真货，里面有小棕瓶，我看到小棕瓶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你眼睛瞪超大。想问一下，今天这趟来开心吗？开心，谢谢 Ador Cosme， 谢谢。有病啊？怎么办？现在要怎么回家？不是，你看一下我的东西。对啊，这两大袋，然后我这个。什么意思？为什么？你有什么东西？因为我等一下去工作。那这我帮你带回家好了。在家看电影也不行哎，赶快叫工具人来。你要乱说，没有工具人，都自己。不要乱说，剪掉 B， 当众开箱。哇，你期待等一下直接爆掉。是小红瓶啦，对啦，那另外一瓶就不是小红瓶，好好哦、喔，太好了吧？蛮好奇是什么？打开，打开。面膜，面膜加乳霜。哎，还有这个耶，我们上次去参加的那个台湾牌身体油哎，身体油。Oh my god， 这是真的身体油。
对，阿布兰嘞，旅行组哎，好可爱哦，这是身体摩擦的。欸、这个质感好好，凯梦的身体乳，哦，凯梦超美，我本来以为扩香，好像，哎、欸，它的包装好美、啊，它重点是在哪里有写？在给人家看屁股干嘛？栀子花，哦，栀子花，看一下，哇、啊，好美哦。那我们这支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。没有啦，我后面还有哎、欸，你后面还有？因为我现在是实测本，前年的，还是什么？我觉得毕业影片都很不错。对啊，你的眼下什么都很好。这眼下是用别牌的遮瑕。有好吗？我觉得很好、欸，我觉得鼻子的地方贴得超好。可是我觉得法令纹挤得很严重，因为它没有定妆、哦，动态纹，对，它这边没有办法，就会有点浮在上面。已婚团体只有这边，人家太高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手很酸哎、欸。这样子，哎，我歪头给，这是个太高分了，这个太高分，看我们要不要？这个真的超好吃，这个中间有那个颗粒，就是有一种，真的好吃吗？那我觉得有点干。这个人，我喜欢吃比较干的东西。我喜欢湿的、欸，有啦，有那个中间感，嗯嗯嗯嗯，什么？你又不是美食，你要知道中间那个才不会很干，不是这么硬是正常的。你喜欢硬的吧？我喜欢硬的、啊，软的 no no。我没输，快点，你很久哎、欸。中间这个，就是一个层层的，你知道吗？层层剥开，中间硬，外面软。中间好吃，就是 crispy 的感觉。对，中间很 crispy， 嗯，外面很干。没有，现在有饮料。你是一直推工作人员？对啊。嗯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这个超好吃。你真的很适合当美食频道。他又在推销，他一直在推销。好烦哦、喔！你是美妆的活动。我是美食蟑螂。美食蟑螂是谁？我们把 Yuna 蛋糕全部吃完，不好吃。这个皮啊、不要浪费食物。那你各位的肖像可以放在我的频道吗？可以，可以。照片、录影存证、发票要开封。我懂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你们，拜拜。吃草走。我靠，我就高了。我们看谁明天没有铁手就是第一名。Ira， 你真的很多哎、欸。没有铁。这一单应该上万块吧？应该是啊，跑不动，跑不动，然后袋子断掉，洒满地。被抢到还中刀，算了啦，给你了。太可以啦，真的好重。那、啊、好，我走了，拜拜。妈呀！现在是晚上的5:58，也是上妆了6小时，然后给你们看一下我的妆感，其实比我想象中的维持好很多哎、欸，因为刚4小时的时候不是觉得它有点浮浮的嘛，可是反而现在6小时可能又出更多油之后，好像又变回有贴妆的状态。我现在是用 iPhone 拍，你们可以看一下这边的服帖度都还维持得很好，法令纹还是有点极限啦，但是刚刚的白芝麻也不见了，我都没有做过任何的补妆，然后整个服帖度也看起来很好。然后我看一下整体的暗沉的程度，用一点粉底在这边，我这样子看起来是觉得它有变黄一点点，就一开始上的时候比较粉，但是后续变得黄了一点点。看这边刚上是比较粉嘛，然后上面黄一点，但是没有擦到很多。我现在换成是用相机拍，但是没有打灯的状态，要拉近给你们看一下。看它在这个鼻翼这边的服帖度啊，是不是表现得很优秀？就是越油的地方表现的是越优秀的。那脸颊这边我觉得是也不差，蛮奇妙的一个粉底，就晚点再见。我们今天晚上呢？要去吃真鲜，这个粉底真的很神奇耶，很漂亮。对啊，它跟早上完全不同的两个粉底，现在是超级漂亮。你看，连现在这种光，它都看到我脸上的那个光泽感。所以证明了什么，知道吗？就是你明天要化妆，你半夜睡觉的时候，你先涂下去。可能一开始的时候要上一点蜜粉，让它先定妆一下，然后后面它只要在脸上不会动来动去，它后面出油之后就会这么漂亮。但如果是相反呢？如果我先涂一些比较保湿、比较油，然后再涂，这样会比较。那你后面不就变超油吗？现在真的很漂亮，那个光亮，超漂亮。你看那个镜头里面，我的脸上是有光哎、欸，然后很服帖，然后看不出来什么粉感。OK， 我们要去吃真鲜。有碗，粉红色的这个是30块，灰蓝色是40块，黑色的这个是60块。啊，麻婆茶反正。我看他们不敢拿的啦，你哥哥在外面买一盘的大盘的啊，他们那种是美式超市买的，美式超市的，这个也是台湾的特色。
这不是台湾的特色，是最近才有推出的。哎，我们上次在那个高雄吃，它挤得比较美丽啊。这个好像比较随性嘛。对。看起来好像不搭，但吃起来又很搭，就好像是哎是合理的味道。它哪里有烤啊？为什么它烤了之后还可以？还可以用那个手嘎的封起来。它的烤布丁跟我想的烤布丁是不一样，更有点有企业核心的吗？软的。怎么？你看你没有哇哦的感觉，好像还好，还不错啊，好吃但是有点甜这样。但我不知道你切不切到。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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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目前吃真鲜的甜点没有吃过。太甜。对啊，为什么要吃秋葵？秋葵很好吃啊，黏黏的，好像吃一口鼻涕这样子。鼻涕也痛。马明说：“你看他说不，阿明在吃卫生纸的时候就是，他就这个感觉。”阿明的感觉好吃。下次你可以吃一点卫生纸。不要。他们说就是这个。非常好喝，惊为天人。妈咪来到这边，第一个说称赞的这么夸张，就是这个，买两罐。我觉得原味的更好喝，哎，里面有这个就那个好喝，这个那个不好喝了，就输了，马上就输了。好的，我最后结尾的时候没有录到声音，所以我后置来讲一下。总之呢，它到最后的妆感还是维持得非常非常的漂亮，我觉得真的是有一点厉害。喜欢光泽肌的朋友，干肌的朋友可以试试看这款粉底。那今天活动刚好有拿到兰蔻的零粉感，那我会抽出两位有兴趣的朋友们，可以在底下留言喽。那今天就到这边喽，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影片，也别忘了帮我按个订阅哦，拜拜。